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兔汪，今天来拍 GBF 100抽的记录影片。然后今天早上我抽到了转盘的100抽，然后我就想说等卡池更新来做这个100抽的这个记录。然后其实啊，这次泳装维拉跟吉克我都有了，可是今天的100抽就要今日事今日毕，所以我就把它抽掉吧，来吧，没有特别想要什么，就随遇而安这样。好，看来是保底，保底我们就 skip 吧。再一次，第二十抽，哦，出现了。欸，不错哦，感觉是有一只哦。嘿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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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耶！可内耶，好可爱啊！来，第30抽，好，保底，保底我就略过了，我不想要看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来吧。哎，又有了，嘿嘿，赞的。啊，在中间，那可能不是角色哦。可能是召唤兽，或者是金月。噔噔噔，召唤兽。OK。好，再来。要抽一半的，其实还不错啦，因为没有6%嘛，所以应该还可以。好，保底。保底就略过，哎，又有咯，赞咯。哎，感觉又是召唤兽，感觉又是召唤兽。噔噔噔噔噔，三魔犬，三头犬哦。又有一只，应该也是召唤兽，是怎样？召唤兽大联盟，召唤兽大联盟。Oh my god！ 荔枝。这样子有一点脸有点黑，这样不行啦！怎么都召唤兽嘞？怎么第一个就噔噔噔噔？OK， 金月，好。耶！私は仮面の支配に打ち勝った。この力で必ず復讐を遂げてみせる。假面的复仇者吗？我只知道在那个四个漫画里面他很可爱。好，保底不用看，最后一抽。哎，有哦，有哦，最后一抽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。香，三日月，
やったー、超可愛おーめー、ダノアは海が初めてなんだ。怪我のないように目を離さないでくれ。あー、可愛い、好可愛哦。OK， 是我们抽完的，还不错。我觉得这次抽的感觉很好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三只、OK、三只、三只，三只角色，然后三只召唤兽吧。哇，全部接收好了，等一下。嗯，对，三只角色，然后三只召唤兽，还不错，我觉得这样算很好了。好啦，抽完了，谢谢大家。